大街上，朱志文依然需要面对群众的质疑。有了钱以后也不能忘了那根，知道吧？他是一个比较朴实的人，我不信他像这种情况。如果他真是就是变了，忘了本色啊，或者不像个农民，那不喜欢。那就忘恩负义了吧，对吗？记住啊，红了以后也不能忘了那个老百姓。我不会的，咱们甭管有钱没钱。或许在大众的心目中，草根明星就应该简朴单纯，与名利和排场无关。尽管朱志文现在已经有了粉丝团和私人助理，频繁接到上演，但许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他最初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那副土得掉渣的农民形象。甚至在锅里蒸着的发霉的馒头都还能让我们依稀感受到曾经的艰苦岁月。这西芥菜都能吃的啊，这个还能吃？能吃。昨天晚上我们就是吃的这些啊。真的假的？真的。昨天我在这吃的，这个皮儿也不能吃，那个皮儿吃了得闹肚子。这些厚的能吃的，吃着习惯了，你要就这吃那好饭吃不下去，吃着越吃越舒服。最困难的时候就一块钱，就好一块钱弄了好几天。打工那个没找着活都饿起来了，就是我剩了吹完路费剩了1.5元，不敢叶子花完，就是一回花个1-2元的，几个人对面对2元买把挂面就下去了。就是咱看着俺饿，就是我人家给俺送点。